志清。所以就搞了这么一套，然后词也是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写，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太幼稚了，我就不是太想演。Thank you.
刚才大家听到的歌都是他写的，他是他是名字啊，他给他解释一下你名字的意义，他叫谢黎明。我叫谢黎明，藏族名叫肖根尼玛，然后我的藏族名的意思就是感谢早上的太阳赐予我的温暖与光辉，所以我叫谢黎明。Thanks morning。但是我是汉族人，所以我就叫谢黎明。然后这是我们的贝斯手一山。一山亮晶晶的。大家现在看到他手上的贝斯是他自己做的。那我们请的工程师。吴昕，吉他手。我们的鼓手。这样接着他没太多意义，阿威来一段双排。So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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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l
Thank you.
来看我们的2022的巡演第一场《长沙站》，然后接下来跟大家一起合个照 ，OK 吗？可以。非常感谢大家能在，等下外面听。来一点，非常感谢大家呢，在这个比较特殊的时刻到这里来，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，举办演出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还是非常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祝区间乐队《肩膀上的脚印》2022年巡演一切顺利。干了，干不了，干不了，来，来，一人分一点，喝掉。